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介绍吉祥坊所研发的符令制作软体操作内容、操作功能的这一些指令给各位示范给各位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一套软件里面只要能够上网只要能够上网，不管在手机、在 iPad 或者在笔记型电脑或者是在家用电脑都可以来用，只要能够上网都可以用。也可以看以外，当然也可以列印哈。那我现在来把所有的功能一一的来介绍一下。首先，最上面的这里它有一个叫做符令列印的功能，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制作120种功能的符令等一下我会秀给各位看，都是按这个按钮，然后还有一个伺服做中文，然后影音，还有舒服的要领，符文，符令内容介绍，收经的方法，中邪中，解中邪中煞的步骤，各项书文，十大神咒，各种指法，还有符令的用途介绍，还有各种神圣圣诞日，还有开光的仪轨，这一些我们都已经把资料整理的非常的整齐然后给各位来做一个阅读以及列印来使用。首先，我们来看所有的符令，所有的符令我们这里有看到它将是有四种标准的规格，看你要用白底红字你就在这里打勾。那如果要白底黑字的这个符令，你就用打这个白底黑字。那如果要用黄底红字，那就按这个。那黄底黑字当然就是按这个嘛，好，那首先我们用的比较多也许是黄底红字嘛。那从这里往下浏览，总共我们会有120种的不同的用法不同功能的符令，我们都已经画好了，把它扫描在这里。那你如果有需要用到哪一个我们就可以透过点选，直接可以列印，可以列印。好，那我们随便来看一下，我们就选一个收金符好了，第四，那你就点一下，好，那我们就选黄底红字，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拉到最下面，拉到最下面，我们就按显示结果。好，那显示结果出来以后，这个你如果要列印，那当然就列印嘛，那列印出来以后，你必须按照符令，因为这个是属于印刷品嘛，那你要让它具有功效，你至少要做这个动作，就是用箭指或者是点一支香然后从这个一笔天下动二笔祖师剑然后这里还有三笔接下来奉九天玄女赐然后照这样开始画一遍，然后压煞收金，然后画一个符胆。好，就是印出来以后，我们按照上面的图腾重新用箭指或者一支符一支香烟不是香一支香然后从头到尾画一次。那要念什么？我们等一下也会有这些。念要如何念的一个这个文会给各位看。好，那你可以按这里列印我们现在有列印的方法一般我们是列印 PDF 档我们看一下这张符令，那我们就把它存档那就存到桌面，然后按存档。好，那现在我们已经。这一张符令已经在我们的桌面上，有没有在这里。那么打开以后就可以把它列印到印表机列印到印表机。那还有一种方法，好，还有另外一种。除了列印
直接按列印以外，还有一种，你就用滑鼠的右键去点符令，然后这里有一个复制影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把软体往下缩小，然后去开 Word，开一个新的 Word 文件夹，然后按右键直接把它贴上来。哦，那贴上来以后，你要印多大张、多小张哦，你就可以在这里去做设定测量。哦，我们就哦，比如说，哎，我们不用那么大张，那我们就印小张一点，就可以在这里去做所谓的调整。哦，那你也可以把多张的，比如说一张 A4 可以印4张，那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符令软体里面去调出你所想要用的哪一些符令，通通把它贴在一张这个 Word 上面，然后直接列印。那列印出来就是4张符令啊，就是4张符令啊，这个是第二种复制的方法啊，第二种复制的方法。好，那我们再回上去回上去一下。那刚刚是用黄底红字嘛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黄底黑字。好，那黄底黑字比如说我们用很多的像压煞镇宅啦或干嘛都可以我们选择这里有没有写皇子租书嘛这个租就是租朱砂墨书有没有这里有皇子墨书那就是等于皇子黑字好我们选21了以后。我们就把它滑到最下面来，然后看一下显示结果，那就是黄底黑字。那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复制，按右键，然后把它复制，再去开刚刚那个 Word 档。好，那我们就把它贴上来。然后把它贴上来，然后去把它缩小到。小一点，跟它可以一起列印一起列印。照这个算法，应该可以列印到5张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二三四五，那再一起列印就是一起列印。好，那这个应该会用的了这个就很简单嘛。就是只要你选择你想要用的功能是哪一张，然后列印下来，就可以，用印表机把它印出来，这是属于列印的功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伺服总座书文有没有？那上面有3个勾，就是先哈口气，由中间。勾起念一笔天下动，左边2笔主事件，3笔凶神恶煞及走千里外，神兵火急如你如果在真化符，就是一定要把它念完。这里下面就是符胆。好，那接下来这里有一个伺服总座的影音档，可以用 Google 云端来看 YouTube 那大陆方面就用百度主机，只要一按下去，陈老师就会在上面演示一些符令的画的方法。好，那接下来书符的要领，对不对？他就解释得很清楚。什么时间你可以开始画符，什么时间不能画？那要怎么样的注意事项？赤笔神咒、赤墨神咒、赤子神咒、赤符总咒，请神的方法，这个都有。那接下来10大神咒，惊天地神咒、花毫光神咒、金光神咒、净口神咒、净心神咒、净身神咒、净三业神咒、净坛神咒、安土地神咒、住香神咒。以上10大神咒各有功用早晚念诵鬼邪不侵呢。赐福做法前诵之灵验度更佳这个是二，那三呢？符令内文介绍符令的内文有很多的这个样式这里也都
举例说明给各位来看的哈，有虎头、虎胆哈、虎胆粽啊，通通在我们的软件里面。那接下来有收金的方法哈，收金的方法，那这里会告诉你收金必须准备什么材料，然后要怎么念，然后要用一张哈收金的符令，哦，然后还有画北地压煞符啊，可以用在送葬啊、遇丧探病啊、随身携带都可以啊。它的格式啊有几款，还有吹赤符总咒啊，它这个北地压煞符里面所有的每一笔一画哈，它都有交代它是做什么啊用途的。哦，清净符格式，哦，还有收金要怎么做？哦，你们就慢慢看哈，因为都已经啊收集了哈，非常内容非常丰富的哈，还有八卦扫煞神咒，哦，此为极刚强之神咒，可防身自煞，还有米盘用米来收金。好，那接下来就是解中邪中煞的步骤哈、哦。有一些人中邪中煞，那要如何处理？我们这里啊、哦、也有举很多的案例哈、哦，这个都是确实有做过的一些案例啊、哦，都是陈老师啊、哦、在教课的内容哈、哦。我们把它啊、腾到这个软件过来，因为我们怕学一学以后啊、用没有用的时候，哎，找不到资料或者是画出来的符令啊不好看，所以我们必须啊借由软体来帮助我们来记忆的。好，那接下来呢？哦，还有各项书文，对不对？哈、哦，哇，书文就很多。你要安神位，要安八卦图，要安聚宝盆，要安貔貅，哈、哦，每一个书文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哈、哦。那你只要照上面的列印下来，然后把资料填一填啊，就可以去做安貔貅的安神的一个这个动作了哈。好，你看总共有比较常用的，我举了27种书文哈，27种书文。好，那各种指法对不对？各种指法有道指、三清指、见指、富贵指的、祖师指的、赐福之爵的、地爷指、财神指、八卦指、五雷指、哈、哦、普安指，哦啊，这一些都有手势哈、哦，很清晰的哈、哦，在软体上面哈、哦、来指引给各位来看。如果你忘记了，你就打开手机啊、哦，打开本软体啊，那就可以哈、哦，很清晰的哈、哦、来比照啊、哦，因为书我们有可能会讲义的书很难带在身上嘛，但是现在把它发展成软体哈，啊，手机不离身了，我们每天每一次如果要用到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调出来。那还有各种符令用途的介绍，啊，有正常的符令、变通的使用的符令，啊，这一些都可以列印哦，都可以列印。还有神尊圣诞哦，我们一年之中有太多的神明哈啊，都有日子。那很多老师都会趁啊某一些神尊啊生日的时候去做一些法事，好、啊、来增强本身的运势。好、啊，那还有开光的仪轨哈、啊，开光的仪轨就是目前我们在阳宅上啊开运制煞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安聚宝盆啊、安瞻海肾呐、啊、哈、啊，还有金子收金、皮光开啊、开光罗盘开关啊、神尊开光啊，传令金牌开光哈，这里都有啊，都有按下去以后啊，都有教你哈啊，像聚宝盆里面你要准备什么啊，怎样择日啊，然后选定财位啊，怎么去啊，从头到尾要如何把这个聚宝盆做一个开光的哈一个步骤。好，那这一套软件啊，就介绍到这里。我想，如果您有了一套软件哈、啊，可以用永久的哈、啊，那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就把它啊调出来看一看啊，增加记忆了哈、啊，方便我们啊随时的提用啊，这是软件的最大功效。好，我就介绍到此。